村长，我那个西蒙斯，注意我的血量就这么点血，我说我能反三，你可能不信。那么好，游戏开始了。啊，这里没有技能了，我们提升下来 A 他，往外加个标，螺旋弯错过来，看他提升直接换位置，哎，不要心神一手，哎，移形换位我打不着，哎，我又回来了。然后呢，结束了，下一位。欢迎来到紧张刺激的第二局，十个鸡翅九个芒，直接给他打下来，没走掉没关系，秒击下来直接普攻抓，因为他没有技能了。哎，我慌吗？我丝毫不慌，甚至还有点想笑，为什么呢？还是那句话，我是相信光的男人。接上普攻继续把他往外面打，跟苦无拉开距离，让我们有更多的空间。他这里提升想直接秒掉我，那是必然不可能。然后呢，结束了，直接给他拉过来，因为他身上有标记。然后呢，还给机会吗？那是必然不可能了。山椒鱼不伤害，直接开大。下一位，欢迎来到紧张刺激的第三局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那是肯定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还活着。开局上路头炸个标。怂吗？一点不怂，直接跑过来，不要怂，继续 A， 我们还有机会，因为他秒不掉我们，直接秒击下来，没有技能了，直接交出本命统领，国服第一猫猫，哎，依旧是那么的给力啊！往这里扎个标，哎，一二三四 C 给他扫起来，接上飞天神，把能量点打满，金身不要叫啊，留着干嘛呢？留着跑路啊！我们是为了打伤害吗？不，我们是为了拿下他。别急着回去干嘛呢？让他猜猜猜我在哪，猜错了就得挨打。他还有机会吗？还有，那他能拿下我吗？那必然不可能。接上普攻，继续 A， 往上路扎个标，他这里替身快要好了，一二三四 C 反向一躲，看到没有？有人。急了，但是我不说是谁，一个飞天神直接预判到，然后呢，游戏结束了呀，一二三四反向一拉直接开大，再见，来不及，没收。